延平郡王府，延平郡王府举办建教大典，30年的第一次建教大典，这里地点在新进路，在工程国小的南边，正前方那边有观音佛祖的庙，叫慈云寺。慈云寺，机车啦，走路的啦，过那个铁路平交道，再往东不远就到延平郡王府了。新营要盖那个后火车站了，新营火车站的东站出口了。中华民国107年了，今天2月15号，除夕了。从大年初一到忘九年大年初一到16，新营延平郡王府建教大典都有活动，也有请黄俊雄演布袋戏，也有请南美洲安第斯三乐团表演，还有民歌手要献唱哦。哎，花灯到夜间呢，都很美哦。赏花灯哈、哦，夜间呢，很美啊。在新进路，在工程国小南边，工程国小操场南边。